短裙，天后阿妹顶着一头紫色长发，和硕伟牙热情开唱。一连九首金曲，40分钟都不断电，台下人手一支荧光棒，真的好像置身阿妹演唱会。赚到，因为15号阿妹最新巡回演唱会门票开卖，66000张门票8分钟内瞬间秒杀，甚至连阿妹男友都抢不到。以每场20000人平均一张门票2500元计算，估计阿妹这次巡回演唱将赚进超过30亿元。甚至这次巡回演唱会，阿妹开唱次数有望破百，不仅成为华语女歌手最高纪录，甚至仅次歌神张学友的146场。不同凡响，不仅声势惊人，连吸金力也是不容小觑。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。